第一组比较贵。第一组比较贵啊？那个6000块要涨。哦哦，好好好。啊？没有，你不是要选阿迪固吗？不演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打这个没办法。这个差太多了。哦，不是要选阿迪固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因为今天时间不够，所以我们只有打没有败，没有败部啊，哈。然后那个名字等一下我会改好，等一下。嗯。哇塞，传奇功，甩。康特，哇塞，快晕了，超凶的啊！想用那个生动换边，做个套路，可惜失败。哇、哦，这个有啊有啊。好，可以是先取得一场胜利。好 ，RK HK 康特哦。你看我玩铁熊，我都会讲 RK， 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这是习惯性问题，你知道吗？这 HK 不是 RK 啊，哈。不一样的游戏。没错。哇塞，这个 Holy Can 被空中的，对啊。那对空很难抓啊。啊 ，miss， 切板。对啊。可能那些梦角超难打。然后很多人就会说：“赶快把，赶快涅夫啃，年底就会涅夫了。”好，大概吧，都是涅夫。哎，对，涅夫，涅夫，涅夫，哎呀，杰西耶，应该还不会带走，不会，深一点，深一点，防守一下下就，哇，好啊，你又把四刷了。欸，克里斯现在是怎样？钻石吗？没有，白金。白金哦，哇！这是白金跟钻石的对决。哦，白金跟钻石的对决是。欸，可惜有点太远。可是刚刚应该是接到，没有按出来。雀斑。呀。好，这个对框不错。真不愧是，没错，真不愧是最强国中生。手绿 OK， 手绿对吧？哎、欸，中断，他那种中断下可以解说吗？可以，可以啊，还没发生哦。啊，我们现在抢三哦，好、哦，克里斯现在赢又赢一个灯了。真的非常远，哎、欸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两个人都好夹。好 ，ES 七攻安全。好，立回。哇塞，这个太远了，尖端打到，因为尖端的 HP 打到取消 VT， 取消 VS 的话。就可以是一下子就赢两场，两场都好好的，快换卡里亚制裁！哎呦，啊、可以输了可以换人啊，输了可以换人啊！啊，老实说不行，来、啊、还是换一下卡里好的啊！哈，用金发日本人打金发美国人。啊，再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们27号下午1点一样的同样地方。到时候可能会有7组到8组的对战台荧幕，由中伟为我们赞助的哦。到时候如果来南部的话，或是原本南部的玩家，欢迎支持一下。好，现在可以是听牌状态。我要让二对战吗？嗯。
然后所以三是哇塞，不愧是老师啊，制造紧张气氛哦。啊康特，哇塞，这个好确认。女仆吗？哦，猜一个，哎、欸，摔，点 K 摔，跳起来，哇塞，后退一点点按 HK 哦，哇，这个猜边不错，铁三号，解摔。啊，中断！不过可惜刚好是中了。哇塞，停牌嘞！康特，直接接后绿 K。啊，点一下摔啊！解摔，拆边。那个龙卷真的很讨厌啊，而且那个距离 要对空又不好对。哦，这个杀的不错，不要神，这个加九，这个加九，这个加九，啊，恭喜克里斯冠军。加九呢？哇塞！小宝都被阴到了，我也被阴到了。加九旋风腿，超猛！加九太猛了。子睿呢？没想到最后就被一个加九，我已经很颜值按解摔了，说。妈妈子睿。好，那就后面我们就是玩到九点啦，哈，九点我们就会开始收，那大家就继续玩没关系。呀，子睿呢？可以休息一下，我干嘛都可以啊，哈。只好去找女仆啦。Damn！ 卡琳不行啊，要找女仆啦。冠军不是要去找女仆上来玩一下游戏吗？